想让别人喜欢你，你得先喜欢你自己；想让别人接受你，你得先接受你自己。每个人来这个世界上都是有意义。谁比较起来痊愈的比较快？没关系，我们还有很多时间。有另一个人存在，我很心安。你今天你是不是打算跟我说话了？你打算今天一天都不跟我说话吗？比起我来如此的精彩。也许我错了，对不起，很难吗？看当时的状态，感情的世界不用去比赛，人和人投入起来都像是一个伤害，不用太奇怪，在流逝时光里总有个人等待，好像那时我们坐在能不能冲我笑一下？跑得飞快，好像后来我们都离开，各自生活在喧嚣未来。当时的遗憾在回忆肆虐的某些时段重新打开，好像那时我们都在。真的像是长了脚的妖怪，跑得飞快，好像后来我们都离开，各自生活在喧嚣未来。当时的遗憾在回忆肆虐的某些时段重新打开。